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老黄的产品资料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叫 Apple Ram Razor。OK， 这个 Apple Ram Razor 呢，它是 100% 全木做。OK， 无论它的前面、它的旁边、它的后面也是全木做。OK， 啊，所以这个呢是怎样玩的呢 ？OK， 现在玩给你们看啦。OK， 所以我们会有附送这两辆车啦。OK， 所以这辆车是怎样呢？我们就要放在这里上面这样玩。OK， 这是这个呢，给他们这样玩呢。OK， 这是可以给小孩子训什么呢 ？OK， 这个可以让小孩子训他们的眼手协调。OK， 然后也可以训他们的 focus。OK， 何谓的 focus？ 因为当小孩子他们把车辆放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会跟这样走。他们是在玩，可是他们是在玩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其实在训他们自己的那个 focusing。OK。啊，所以他们可以训练，然后他们就以后他们会去很好的去关注事物 ，OK， 啊，他们还会去看 ，OK， 所以这个产品呢，它会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 ？OK， 第一呢，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眼手协调 ，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的手在走，看到吗？所以他们眼睛会追踪这辆车。啊，所以第二例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不同的 object， 看啊，有 strawberry， 有苹果，有橙，有啊等等等等的 ，OK。然后第三例可以让小孩子去让他们有想象能力跟创造能力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以这样放 ，OK， 他们可以这样放，啊，他们可以这样放，啊，看到吗？就是他们可以任何一个地方放都可以，所以他们可以去学习到啊，去。专注力哦 ，OK， 他们会提升他们的 focusing 啊。这产品一，它叫 Apple Ram Razor，OK，、okay? 这个也是可以让小孩子提升他们的啊社交能力，因为两辆车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会跟朋友一起玩 ，OK 啊。首先呢，我总结一下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 ，OK， 这产品第一，你可以学习到颜色；第二，可以学习到 object， 可以学习到这些水果这些咯；第三，可以学习到。眼手协调，第四可以提升他们小孩子的专注力，第五呢可以提升他们的 social 跟 emotion 了。OK， 所以这个 Apple Ram Razor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